不认真的话就是很活跃。我觉得你也挺活跃的。好，我也挺活跃，我们都挺活跃。都还好吧，都还好，都还好。我们三个人，感觉的都挺多的。我们两个不玩游戏。对，我们俩不玩游戏。对。就是一个联盟啊，王者荣耀和塔林车吧。吃鸡。哦，对。对，我们三个都互相都还行，对方。吃零食，我也爱吃，我都爱吃零食。对。哎，不是我，我们俩吃的都差不多，好不好？我们俩吃的一样，我们俩吃的都差不多，不是？对。哎，是自己，就看得出来啊，怎么差点出去了？乱讲，我没有啊。哎呦，再来一起吧。我还好，我就正常，自拍最多了。好吧，正常自拍，但我自拍的都很那个，就是奇怪的角度。嗯，好吧，好吧。我觉得他俩，我们俩都还行啊。这你们就觉得太多了。就是每一张都特别的优秀，特别好用，对不对？对，特别好用，给钱，无可替代。是我每次穿的都很好看，对不对？好，哇，健身狂魔，特别自律，超级自律，是的。是麻烦，因为我有帽子。对，帽子一戴，时间就快。对，发型大家都差不多，都要戴头套，然后戴了头套之后还要做发型，然后再化妆什么的，就应该都差不多。